吃点烤肉啊！好。这咋还不会出味儿了？哎哎，人都没来呢。你跟他要个围裙儿啊？跟他要围裙儿啊？有没有围裙儿？给拿围裙儿。不要呗，疯子。走，咱哥俩走。上班不睡觉，走了，上班去。条白的，当年论一个都没板都着了。不是，晚了晚了。赵哥，看看这是谁？网红基地的。我现在一半穿裤脑勺了。尝试薯条啊！啊，别打开呗，围裙。你是带的没事，一人好，刚好。没事没事，不是小 M。没眼了。一块儿，妈呀！我的这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围裙。